我想去 UCLA， 没有，应该是演唱会当天。我当天真的哦，演唱会当天，很刺激哦。我还在跟他们聊，就是说在后台，就是电脑先架好，然后表演完之后一回来就棒，然后就出来。坐电脑搬上台，跟大家一起分享，也可以，也可以啊。你去读书之后，然后阿夸就停摆啊，会不会就有解散的可能？因为粉丝都会担心。我觉得不会，因为我会让我自己。就是很常跟他们接触，就是只要有寒假、暑假，然后只要有空档我就回来。然后有些大企划，我觉得我就是我要该做到我的责任，我不能就是直接离开，然后好像他们就是四人团一样，我还是要回来做我该做的事情。然后大企划我一定也会参与，因为粉丝们很重要，要把他抓住。我想去 UCLA， 然后 UCLA 没错。厉害，前几天才跟他们视讯 interview， 对，所以蛮紧张，有机会蛮紧张。现在是在等放吧，什么时候放吧？三月多，所以再跟大家，所以演唱会结束就可以跟大家说，没有，应该是演唱会当天。我当天真的哦，演唱会当天，我刺激哦，我还在跟他们聊，就是说在后台，就是电脑先架好，然后表演完之后一回来就棒，然后就出来。哦，打算在开演前先看。没有，要看以后，我不太敢，如果被影响心情。安托说电脑搬上台，跟大家一起分享，也可以，也可以啊。我们到时候那就说，你计划一下，计划一下，计划一下怎么弄。你有申请哪几间学校？因为刚刚说 UCLA 还有其他的吗？我是南加大，然后西北大学，对，然后纽约大学。这些都是蛮难进的，但我相信我可以了，可以，应该可以。那很担心会不会你去读书之后，然后阿夸就停摆啊？会不会就有解散的可能？因为粉丝都会担心。我觉得不会，因为我会让我自己就是很常跟他们接触，就是只要有寒假、暑假，然后只要有空档我就回来，然后。有些大企划，我觉得我就是我要该做到我的责任，我不能就是直接离开，然后好像他们就是四人团一样，我还是要回来做我该做的事情。然后大企划我一定也会参与，因为粉丝们很重要，要把他抓住。是有没有很担心？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自己就可以过得不错。没有，因为他是一个很独立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独立，因为我们认识他4年，所以他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处理的，所以我觉得他这样。在美国读书应该会过得蛮好的，互相交叉才能感冒到几次啊？其实很多次，4-5次吧，四五次吧，多去年就4-5次，对啊。但是好像每一次都是真的是他，就他先，他先呢，然后每次都没有我。其实说真的，一阳是的，哎对，所以年每次这样，一阳都一阳免疫，他从头到尾都没事，都是完全没事。唯一一个去年没感冒的。也不是说没感冒，就是他们在交互传染的时候都不会传染到我这边。哦，那你是有 QR 什么？就是没有，他也不理戴口罩，对啊，你是什么配方？你什么配方？他其实也没戴口罩，对啊，他也没戴口罩，然后也很晚睡，他很厉害，身体对，他也很晚睡，身体最好的人嘛，对，所以免疫力是说我是你最差嘛，就是没错，最差是他，我是最差嘛，他们两个吧。最差这个没有用，我只没有用，没有比较，不要可以不要比吗？没有比谁最差，这个没有什么好比谁。只是希望今年你们两个都不要再感冒，真的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刚刚生日愿望再许一个，身体健康，对对对，真的。你现在目前感冒没好吗？对，他 cue 我，我在超可怜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传染力，我是没有，我是干咳，你知道吗？干咳，最好干咳。而且已经快好了，没有没有，可是我已经好了，但是就是跟那干咳一直好不了。他应该快好一个月了。那现在可以先保暖。我是晚上的时候，你们会围围巾睡觉？不会，围巾睡觉，超老，就是然后超老。没有，我真的这样觉得，因为我妈会一直跟我讲说你要围围巾睡觉，我说好好好，但其实算蛮有用的，就是隔天起来不会一直。大咳嗽，或者是晚上不会夜咳，夜咳很夸张，我真的咳到没办法睡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吃那个很强的药，才有办法，就是让自己完全不能咳嗽。我票房就是请各位多多支持啊！1月26号宽宏售票，然后再麻烦大家。对，对，然后紧张的话是，我想是，其实我自己会紧张，我不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那天在跟556一起唱《我难过》《流星》的时候，其实我当下在台上，然后看下去那个很壮观，然后就会
给我很多能量。我自己觉得在表演上面，那个高音也是，我觉得就是因为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面，然后整个效果，然后粉丝们那，我觉得就是给我的很多能量，然后肾上腺素。你变兴奋吗？对，兴奋，比较兴奋一点嘛。对啊，嗯。我们会守1月22日会守的那个开票，会啊，会看一下，会守的，会，希望是可以大家多支持一下，自己有机会也去抢一下。